今天, 我将介绍 三个重点, 全球 ETF, 中国 ETF, 摩根大通 ETF. 首先, ETF 的全球. 今天 ETF 很大, 未来会更大。 30年前, 在加拿大 推出了第一支 ETF, 今天全球有 7000只 ETF。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51亿美元。